立正，站立，请坐。嘿，今天伊在讲这个正确的台湾历史，啊，对，这意思就是讲，咱过去的头壳内底放一挂无正确的台湾历史，哦，放一挂吼，统治者荷兰的无同款的，甲你扭曲的迄个历史的记录，啊，我当下在订正。啊，好，大家安尼看哦，互你头壳内底的粪扫哦，安尼个擦擦出来，免客气哦，有真侪粪扫滴。我家己本身嘛是囥一挂粪扫，我的粪扫得多，我头壳大学毕业也毋知影讲几个头壳全粪扫，但是哦，有一日哦，去看到五峰庙哦，讲迄个五峰过啦。迄个原住民伫即个阿里山遐吼，有一个五峰村呐。啊，住喺五峰村的人讲，即个人歹人咧，该踢出去，免阮即个村吼，无要叫做五峰村。啊，是到底我头壳内底讲五峰真伟大，等我怎么小学的时阵都看到五峰都真伟大咧吼，啊，奈到我即阵来呢，颠倒摆。迄、那个就是头壳内底粪扫，哦，啊，咱有形无形哦，想讲生出来哦，就是拢对的，哦，啊，所以哦，有必要和咱的人，我点半真久来，你无法度拢甲你粪扫拢清清去，但是我用清偌济就讲偌济，哦，安尼哦，这点真久有要来讲，因为这是延续。顶学期啊，顶届人吼在讲的，啊，即马刷落讲啊，即个所在叫做，即以前是在讲即挂啦，台湾笑啦吼，啊，安平港啦吼，无杀价之后啦，即我即马不爱讲啊吼，即就知影讲，即地图都和你讲吼。这个地图意思是讲，本来这个北京城吼，人迄 Korea 吼讲北京城一占的，吼，啊我找了这个地图来证明，要紧吼，这个咱哦，即马来遮讲啊遮吼。这满清统治台湾哦，要安怎甲你统治？因为台湾若起乱，都爱趁南方，才有法度来台湾平乱；趁北方，才有通转去，一年得来回。因为中国船叫做 junk 就粪扫船的意思。哦，迄甲西方的船哦，西方的船你若逆风，也阁会前进。啊，中国船吼、哦、逆风，你都无法度前进，伊也无得过，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所在吼，台湾本来康熙皇帝吼、哦，1683年占着台湾了，吼，康熙皇帝讲不爱滴，伊讲吼，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，伊讲台湾配他的岛啊。弹丸之地嘛，吼、哦，得到也无给我什么物件，啊那无也无要紧啊，啊这句话奈在皇帝嘴内在讲这个话咧，有原因，因为满清的人口数占汉人人口数无到1%，你卖去想讲温州人真势力真大。不到1%的人占着这个中原地带268年，甲汉人奴役268年，你都唔知讲满洲人甲1%啊？哦，啊，像讲你即摆若知影这个代志，你就知讲，嗯，啊，
啊，过去在讲曾国藩真伟大咯，你来考虑看卖，是敢是遐伟大？吼、哦，为着一趴身的人，怎么也在努力，啊，甘愿做人的努力，268年，爱、啊、在台湾统治，伊无派满洲兵来，伊本来外地啦，外地台湾嘛，啊，西龙讲卖啦。因为台湾已经开发的土地有18,000家，18,000家开发的土地，西隆啊7,500家第六地啊，啊都收产租都袂讲好啊咧哦，啊你那排地，所以甲皇帝建议，这皇帝已经讲出来排地啊哦，啊你要甲安怎甲皇帝的思想改过来，伊讲吼。去台湾的官兵职员，3年1任，3年1任，死之无九任。嗯，这皇帝听了，对，真好。3年1任，因为迄阵拄啊发生三藩抗清，哦，我不爱讲三藩之乱，迄是满清的人的讲法，讲恁在甲乱。啊，你若徛喺汉人那里，就讲三藩抗清才对。所以咱头家吼，小块一个笨手，小块提起啥？三藩抗清，哦，因为吴三桂来个湖南嘛，做湖南王10年了后，都反清啊啦。啊，所以这个西隆建议讲，3年1任，哦，就是讲你来台湾的官员、士兵，3年就调到等于，可以甲台湾无发生感情。所以皇帝听到到底，嗯，这条送。第二条，不准西眷，袂使娶某仔囝来台湾。所有派来官员，拢汉人啦吼，啊，袂使娶某仔囝，啊，就某仔囝要送遐，囥在中国做人质，仁慈啦。欸，皇帝讲，嗯，安尼会使，安尼会使。把台湾收起来不要紧啦，哦，主要这两条，他们就摕到台湾，所以来这的官员吼，迄阵有流行一句话，讲3年官2年满，你捌听过无？啊，什么满？啊，六地啊，地个满啦，吼，就3年官2年满。啊，因为袂使娶查某过来吼，哦，袂使娶查某过来，所以有两个影响。一个影响就是讲哦，娶一个某，较赢3仙天公做。你捌听过？啊，迄个某我看我个我记得的哦，就是讲娶一个某，较赢三，你拜3仙天公做都无较输娶一个查某。啊，一个这个因素时阵吼，和这个咱台湾人吼的血统来对吼，变波作化。根据这个马街病医的林玛丽医师的调查报告，咱的血85%变波作。啊，我今晚问一个问题。啊，恁讲不听给啊，不听，还是厝诶有安尼做啊，无安尼做。那结婚喜宴吼，母姑坐大位，不听给无？啊，那母姑坐大位，那阿伯无坐大位。我你有爱想啊？母姑坐大位都是母系社会嘛，老母这边较重要嘛，老母诶。大兄甲老母的小弟是家长嘛？母姑坐大位，就查某迄边坐大位，啊，这就是甲平埔族的迄、那个传统来。啊，你若有得安尼做，100%平埔族的人数。啊，那平埔族啊，我你姓一个姓，但了一姓，里面一姓王的，啊，你这姓安怎来？哦，因为汉人来了后。汉人有事有文字，
面部无文字，所以生出来囡仔啊，就叫一个名简单。但是要姓什么，啊好啊，无摕迄个翁的姓哦来道路。哦，所以咱台湾人的血血统来对，哦，有85%是面部种。哦，这是家己爱知影。我讲这个母骨坐大位，这拢是一种证明。无论你去世界各地吼，他都潘英仁，迄个嘛都爱问伊讲，日本人敢有母骨坐大位？哦，即大概敢人台湾有那尼啦吼。啊，啊，即马过来，伊安怎统治台湾？就是分化，要安怎分化？哦，分化了后，互你分类街道。就是互你，互你吼、哦，互相小台，哦，小台，即小台拢总吼、哦，晚清占台湾213年中间，拢总发生38变，哦，平均4年外都发生一件大型的分类改道，哦，这个改道的名称，看名称就好，闽客道，这啥意思？普罗人甲客人，恁落去台。因为你讲无同款话，漳漳漳泉岛，漳州人甲泉州人落去台，县级岛，就是讲无同官的吼，哦，县级，竹姓洞岛，就是姓林的甲姓陈的，啊，你若无同姓，啊，你落去台，啊，这个一个客客岛，咱想讲客人较团结，但是。完成政府统治下，也阁有即个叫做客客斗，客人甲客人落去台，哦，啊，同宗族斗，哦，这个演变，职业团体互斗，咱知影讲有即个族群的械斗，伫完成的时代，鼓励，啊，那都鼓励。你要找原因啊，因为伊来台湾做官3年，搭嗲对阮都爱走啊咧，啊，擦擦你跟台湾人死死去阵都好，哦，啊，伊三年内底，若准啊讲发生抗清事件，伊即个官面想要做，所以吼，甲恁西龙恁落去台，恁落去台，啊，恁两个台，恁两个台，啊，恁即阵人甲迄阵人落去台。这就是晚清统治台湾的方法，诶，现在也是同样哦，哦，现在是明清无相同，但是你爱知影讲过去所发生的伫台湾人的身躯发生的代志，也是今仔日会去发生哦，就是啊，这个客客斗，客人甲客人哦，应该是真。拢讲讲同款话，但是嘛是同款台，哦。啊，即嘛台台的了，咱咧讲好兄弟。啥物叫做好兄弟？中原普渡7月15礼拜好兄弟，啊，啥人是好兄弟？有人有答案无？啊，亡魂、孤魂啦，吼，野鬼啦，吼，正确的答案，我讲给你听。你野鬼、孤魂、野鬼哦，你是讲在咩路边看到一个死人？啊，你这个死人就是孤魂野鬼啦，吼。但是死一个人，感觉叫做好兄弟。哦，迄可能破病死，可能去用台死，什么安怎死也唔知。但是我即马阁刷落去，互恁看一寡，看一寡即、這个，即、這個、图片吼、哦，你就知个。即、這个八里第八里幽燕公司，即、這个吼，即、這个你就看即个就知个，即、這个差不多是只管那了呀，伫路边，哦，啊叫做幽燕公。哦，啊，即马阁看啦，这路边恁捌看即款物件无？有哦，这都是
后面带一堆的死人，因为带一堆的死人，路边死一堆人，啊去给带落了，带落了啊去这间小间啊庙，咱也无钱啊嘞，哦，一庄下所在哦，啊就去一间这款小间庙，哦，啊一个像这款嘞，这都摕石头来贴贴的啊，安尼安尼准拄好。后边拢是尸体一大堆，一挂人叫做好兄弟。哦，啊好兄弟呢？台湾各地，这不是干那台北有、台中有、台南有，全岛都有庙有。啊，哪会这款情形？咱爱个进一步来了解。哦，这幽燕宫，哦，这幽燕宫，哦，是无？这嘛是虽然大家拢是遮大遮悬啊尔，哦哦，啊像这有靠尾流的这土地公，啊这就是幽燕公、八四公，哦大梦公，就是安尼，连到土地公平地较大些，啊这是啥物？这是好兄弟，啊那产生遮侪好兄弟，那遮侪死人死的路边。因为满清政府鼓励族群械斗，哦，啊，反清的人死在路边的人死一堆，满清政府敢不敢捡个台？无，卖讲满清政府无啦，国民党政府日日把台死一堆人，敢不敢捡个台？绝对无嘛，啊，啥人敢台？当地的人啊，个带啊，个起一间一间小间庙啊，这是咱台湾人应该爱知影的知识，但真可惜，知影的人真少。哦，所以讲，这叫做好兄弟。哦，替咱台湾人去死，是咱台湾的民族英雄。哦，你起码都爱知影。迄前年吼，伊去带好兄弟，知影讲这是个完整。去打去捡啊，捡树死死的路边啊，来带啊，所以唔得起一根水晶标哦。过来，啊那是徛在满洲的立场哦，徛在统治者的立场，啊去荷兰台湾人台死叫啥？我这已经有答案嘛，叫做移民呐。咱台湾人死去叫做好兄弟，咱家己该封的啦，啊，拢他们尸体拢铺在外面。啊，那满清为满清政府去烧台，去封台湾人台死，就该起庙，哦，叫做移民庙，叫做移民庙。所以我伫我的主的网站，哦，我伫满清巨台213这本书内底就写讲哦。这是不义之民，移民是不义之民，诶啊！但是引起真侪人的反弹。你讲安尼，你欺负讲客家人，诶，我讲哦，歹势哦。移民庙吼，客家人的庙有啦吼，咧新竹一带真侪客家人，但是咧鹿港有泉州人的庙，移民庙。第一家己也有漳州人的移民庙，第一山顶也有原住民的移民庙，不止只有客家人有庙，要做台湾的人没跟你分什么人，哦，我去大家都，啊，退完政府去死的，完全政府都跟你去，所以不止是客家人的而已，但是问题在这客家人到我今仔日知影这项代志，会晓觉醒的人吼无多，有人觉醒，有写一个新客家理论。客家人讲，我是住在这，我是这的这块土地的主人。那这款的情形下吼，哦，伊就脱离客家过去的迄，那个，我是来这做客的，那尔吼，
啊，来遮做客啦，然后用歪就歪，用乱喷就乱喷，但是即马就是挂清楚，所以爱甲客家人的同学朋友来讲，即不义之名。啊！你过去拜不义之名，但么客家，但么义民庙面头前伫咧拜哦，伫创，安尼实在是唔对啦。啊，其他的迄落义民庙吼，香火拢无，独独干那伫客家人即卖一个无觉气。哦，就像咱读一挂，就知影讲咱头壳内底藏一挂无应该藏的所在。对咱的迄个先民吼，牺牲性命叫做好兄弟吼，无清楚哦。即哦，伊讲吼，移万千移民哦，毋是对倒一个族群哦。啊，即、这个有广东移民，即是客家人；广东移民、洛港移民，即是全部移民。啊，原住民也有移民啦，拢有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若做移民的话，即政府就该包装啦，吼、哦，该开即匾额，包装匾额，哦，乾隆御笔啦，吼、哦。孟春和即广东移民即包装啦，即都是为统治者来设计的，哦，给你起标。这嘛是同款，起个好势好势。啊，你头拄看咱台湾人死的迄个好兄弟，拢结结碎碎，吼、哦，这是一个，互你头壳更加清楚的代志。吼、哦，啊，新埔移民，移民庙，吼、哦，哇，起个愈起愈大间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是咱台湾的民族英雄，叫做朱一贵，吼、哦，阿武王。哦，伊是经过276年了后，搭伫高阳关内门乡，哦，来起一仙安尼，这是已经到个中华民国统治的时候，到法度起这個，哦，啊，这嘛是到个买出来吼、哦，这主一贵，哦，哦，这也是。因为满清统治台湾吼，1683年都啊，迄年都啊，打败李成功的部队，为遮占我遮。因为即挂拢叫做村的，即挂拢叫做后山啦。因为满清干那要伫已经开发的土地，啊，开发的土地即挂好来占来。无开发的土地，迄后山，迄毋是完整的土地。哦，咱用我今仔日的观念来看个，哦，台湾都规个都拢伊个，不是。咱讲即卖讲即张，只有一个喀玛兰、格马兰、喀玛兰，这对宜兰。宜兰即地要去挖去完整，哪会挖去完整？因为宜兰人，因为宜兰本来是喀玛兰族住的，喀玛兰族吼住在遐，啊，有一个汉人叫做吴沙去开垦，开垦了后，他拜托万清政府，下阮遮开垦，遮有一块田，即张姓张的。啊，遐迄块田是林的，安尼讲，甲满清政府报备，讲请满清政府甲喀玛兰即块土地收做满清的国土，欸，拜托伊安尼呢，啊，那都安尼做，有个原因啦，因为即贪官污吏吼，即嘛嘛是贪官污。就两场演讲会呢，那开两页，哦，同款意思啦。因为当时就是讲吼，你开发的土地吼，即完整的官员来，甲你讲，
迄个队是张三的，阮小弟的，你也该搞出事，该惨做，哦，啊专门做一挂代志，啊，所以这个五山因这阵人开发着卡马兰，哦，以后都甲这土地地基，哦，为何完成政府？完成政府考虑两年了，才不太甘愿的。家己来收来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是，啊，你就知影讲，为什么宜兰、花莲、台东拢叫做后山，哦，就是连名嘛没有，哦，所以这个我大家注意，知影讲有这款代志。咱台湾人有一个习惯，捡骨，那就捡骨，人死抬头啊。OK 啊，对不？入土为安嘛，啊，那都去过来擦一遍。咱在座有人在捡骨，就该举手看卖。有啦，已经有啦，哦。捡骨这个方式会安怎来？中国无人捡骨，西方的人来个。亚洲四个就九对就大陆也没捡骨，啊，怎么台湾人要捡骨？因为陈先公这族的人，陈先公陈经都死在台南，在鼎寮周阿口，就是现在烟空那个地方，啊，大陆去之后啊，完成欸，看这两个骨头哦，这不行的，这要给它挖起来，给它等它熟好，啊，给它挖起来，怎么呢？因为你如果不给它挖起来哦，你这些台湾人到尾就会说，哦，咱为了陈先公，陈先公就还有地的嘛，还有骨头在这嘛，来抗争，啊，所以给它挖起来，给它等它熟，但是美其名叫做迁葬，提起伊个本来住个泉州去带，可能陈先公个骨头有安尼做啦吼，但是当时有一百华门，明朝个大臣个下迄部吼拢挖起来，哦，包括陈英华，哦，陈英华这是敢若战秀级别，把佮挖起来，啊去等你都唔知啊，但是就是。这个不能给他清理上，啊，都，但人看到讲，嗯，啊，你呢，这个大官呢，拢在捡，就是在创这个代志，吼，拢骨头在捡，所以这个坏习惯严格执出来。所以，咱对咱的士大人，那大家头家入土为安，莫个捡骨啦，这是一个坏习惯，全部的坏习惯，干那这台湾人有做这款。啊，咱即马做一个文明的人，吼、哦，就当然即马用个尸体用个烧的较简单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你若有带的吼、哦，应该应免捡就卖捡啦。啊，你若怎啊讲无对爱迁走，什么因素得个捡，迄另外一项代志，哦。但是你袂使无事无备你去甲捡骨，甲乌乌甲无迄个乌的派，啊，得个另外创一个。啊！你本来迄个干歹，哦，就是些捡骨的代志，我大家稍微了解。哦，这个，哦，1699年17年了，满清占台湾17年了，哦，专家电视白阿囝的墓吼，给挖出来。离开台湾，哦，这就是捡骨的由来，哦，啊，改种国个二十二改种在福建安南关空山乡福顺山，哦，这有台阿无遐无，无台遐吼，咱唔知影，但是你知影讲，这是破坏风水，但是以美其名称为捡骨。
所以这是不是笨说在咱的头壳点头？哦，咱安尼讲起来就知讲，哎、欸，咱的头壳来对，哎、欸，你讲的敢那似是而非吼，那、哦、吼、哦，但是你家己落去按个你的逻辑去判断，为啥别国的人拢无？敢那独独台湾怎么样的曲？哦，这就是啊，你先讲吼。但是一家族吼，即蒙古了后吼，但是家族拢迁去中国，去奴役啦吼，士兵拢个迁走，四万名的兵啊，拢个迁走。啊，但是的即个有纪念伊的迄个庙咯，啥物拢个拆去啥，伊无说袂堪的啦。会堪要坑街啦吼，赶快艺术啦吼。但是咧永康乡吼、哦、有一个李王庙啦吼、哦，李王庙那就叫李王庙，啊就是纪念李成功甲陈经啦吼、哦，所以叫李王庙。这李王庙像，啊李王是讲啥物？就是伫瓦片满清的官员，我讲李王啊吼。哦啊，多一个王，伊家己知影，啊，完全我唔知影，啊，都拄好去吼，这是李王庙啊。啊，即嘛，咱台湾受到国民党的摧残，哦，像讲包括即、這个，蔡英文在讲，伊袂晓讲客话，客家人袂晓讲客话。啊，台湾人嘛真侪人袂晓讲台湾话，啊，这是虾米理由？咱爱知讲台湾话由来，台湾话由来是商朝的时阵，哦，伫黄河流域的所在，伫黄河洛水，哦，洛阳，这个卡到这中原地带，用的话叫做河洛话，就是咱即马讲的台湾话。葫芦话是怎么样？这个葫芦人哦，发明文字。咱现在这个汉字是葫芦人发明的，所以葫芦人的文化是领导整个中国。咱葫芦话哦，有话就是有字。你讲阿拉不哩笑我话没？哎，阿咱这个咱这话受着国民党的教育，拢大家拢变痴迷的。我唔办字，但是你要找这字吼、哦，绝对有。哦，爱去多找，去康熙字典找。康熙字典有约五万字，啊，即嘛汉字到底用几字？用几千字啊？一万字都已经太多啊！啊，剩的字咧，就是咱葫芦人用的字吼。哦安尼甲你淹灭起来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，但是商林、商甲周战争、商林输，所以商林转南迁到长江以南，迄阵哦，长江以南的所在叫做海外啦，哦，甲咱即马讲海外是隔海，才叫做海外，伊迄阵长江以南拢叫做海外。啊，这海外的所在，所以葫芦话专哦，分布伫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广东、海南岛、广东、广西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有七个省。这毋是规省拢用葫芦话，是部分的地区，乡邻去到迄个所在，我的文化较悬，我那都学恁当地话。所以用个葫芦话，啊，葫芦话才即颗，哦，虽然讲咱用个台湾的比例啦，虽然板桥这个地区在用葫芦话，啊，边个人无在用，哦，啊，但是葫芦人就是真高哦，我都爱用葫芦话，哦，所以啊，你讲即个性敢有影在用，
敢是有影伫用葫芦话，有部分地区确实有影。上简单的咱讲广东汕头，汕头话吼，即马伫新加坡伫用。啊，汕头话保证你会用葫芦话听拢绝对白。啊，但是伊有一个腔口，哦，对，这是广东。啊，海南岛也较熟哦，啊，这个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哦，咱有一篇文章叫做《桃源名记》，有《桃花源记》，就是讲有一个人入去到一个所在，啊，遐那福建遐个人拢讲的话拢无同款，哦，就是讲葫芦话地区了，《桃花源记》哦，这都是。就是在讲安尼个代志啦吼，所以真侪方言岛啊，即个葫芦话来个福建哦，福建去互矮化，叫做闽南话，现代人甲你矮化叫闽南话。闽是一个门内底一只虫，哦，叫做闽。啊，闽南话是安那？是伫闽江也有一条溪，叫做闽江依然叫做闽南话。但是歹势，闽江依然哦讲的话，过来讲哦，你袂使用个闽南做代表，咱用个葫芦话做代表才正确。哦，啊，葫芦人就是咱有真好的文化，咱发明汉字。啊，有这个文字出来，哦，这所以吼，听讲迄个大陈岛撤退，大陈是浙江嘛，哈，哦，撤退来吼，来讲葫芦话啊，哦，啊，迄个，但是葫芦人的话，的腔口会变，譬如说，咱有这个。这个泉州音、漳州音、哦，厦门音，厦门是不张不全，甲你混合起来。来个台湾，个台湾变台湾话，台湾个吸收吼，因为台湾有经过迄个日本统治吼，西班牙人统西班牙人甲迄个荷兰人统治，所以咱的语言内底有南一挂。包括底下来对，好，这是在台湾的话，台湾话是安尼来哈。这他多少在讲，袂使娶某囝来台湾，不准席卷，哦，伊都是合理，合理的人哦，你爱乖乖乖乖的过三年做完了，你爱去登去温州，或者登去中国，哦，哦，啊，加一讲一个某。看呀，三先听工作，这就是讲这个典故的由来，哦，所以形成台湾民族，所以咱这个台湾民族吼，甲中国民族无同款。咱台湾民族特别巧，因为咱有大量的混血，哦，金平棍的混血，所以我有一年。2005年去这个美国的这个，这个中央标准局，就是讲发明专利登申请的所在吼，找伊的统计数字。伊的数字是讲，全美国在2004年得到发明 ，OK， 发明的人，美国政府承认的，美国人80000件。头一名，第二名日本人16000件，第三名德国人9000件，第四名台湾人6500件，大概是这个数字。但是啊，我都算我无共款，你用个人口数来平均一下，哦，咱台湾人人口上少，所以咱台湾美国一个第一名，伊大概有300个人。哦，都发明一件，啊，第二名咱台湾270几个人都得一件，啊，日本人
平南靠后边260个，诶，啊，德国人国靠后边，啊，我感觉讲，啊，哪阵啊讲，咱台湾人是英语的民族，迄可能即个差甲美国人差10%吼，都超起啊，咱偏美国人较强，哦，啊，我伫美国演讲，有人伫甲讲，诶，伊有发明10几件。啊，伊是俗，我该算个台湾呢，还是算个美国？我讲你国籍对一国，伊讲伊美国啊，我当然嘛算个美国籍来对，哦，嘛一寡台湾人发明个，也算个美国籍来对，哦，所以咱台湾人、台湾民族，因为咱有经过这混血，咱个智慧比中国人个真高，哦，你即马报纸看。真侪发明，即款的吼，无政治迫害的所在吼，台湾人都表现出来，哦。啊，即个满清要统治台湾，伊有一个叫做平海五策，哦。伊讲，陈胜讲伫金门、厦门两个小岛内面吼，哪有法度来对抗伊？所以，伊。将山东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四省沿海30华里的居民拢迁入去内地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吼，中汉民族上大的死亡的数字的所在。沿海30华里，袂使带人。人拢甲迁走，啊，袂使多人迁走的时阵哦，人诶，你迁起来哦，啊，无饭通食，无啥啊，啊，搁破病哦，所以死诶路中诶一大堆，哦，沿海30华里，国家无当紧，国家手啊错个，我有一年去金门，金门人讲，啊，阮即个岛吼，过去手啊真侪，都是拢去互陈胜公错个。我讲你头壳歹，叫万清国个，你讲我靠，陈胜公错，陈胜公若错是要来做准，哦，啊无嘛无甲你弄错，啊是中国安尼沿海30华里，啊沿海30华里，还佫有甚物证明？即、這个吼、哦、沿海是属富庶的所在，哦，啊富庶的所在佫出产盐。即中国哦，因为沿海30里拢袂使带人哦，所以连盐都无。啊，曾经伫台湾的时阵，煞冒着，哇，即盐哦卖啊贵贵安卖去。啊，盐真简单啊，一刀拍开就变盐啊咧吼，哦，迄个免本钱啊咧吼，结果卖贵贵啊卖去中国，吼、哦，这是即、这个，即30华里的人袂使带人。将所有的船只拢给烧去烧去寸板不许下海，你一寸板啊拢袂使落海。结果咱台湾有一个俗语，讲乌水沟，当时要逃到台湾，要经过乌水沟，啊乌水沟有一个俗语在讲吼，十尾去。六个死的乌水沟，三楼一回头，啊去台湾就四个沟，中间伫乌水沟死六个吼，啊四个沟，啊还佫一个人吼，嘿，感觉台湾嘛无好大，我一回头，所以10去6死三楼一回头，一个就证明，哦，啊我看荷兰人的船位乌水沟过。以前讲的船为何最高个？无代志啊！啊，你奈即个移民船，那为只个拢大家拢会出事。啊，我有调查，即、這个乌水沟的水流，乌水沟的水流是因为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是迄落、潮流，这个往北行，哦，啊，一个往南。啊，往北京的迄个时速，哦，差不多30英里上高，哦，
等于五十公里，五十公里的时候嘛无要紧，船过不去。但是伊吼袂使坐大台船，拢坐迄落，敢若过不多的吼，安尼吼，啊过啊遐就变船的机会真大。所以这个是，这个是这个平海五策来对之一。啊，这个李成功的老爸李吉良，哦，李吉良吼，像李吉良是汉奸呐，吼、哦。伊想讲，即个晚清要互伊做三姓总督，啊，都欢喜到要死去吼，啊，都去投清安尼。啊，投清，你知影，所有的人对背叛伊的国家、背叛伊的民族，哦，的人看法相反，即款人拢歹人，啊，要安怎处理？晚清政府有一天，甲郑成功即个。的老爸李吉良加伊的家属，在伊名做一工太太死，理由真细条的理由啦。哦，做一工太太死，但是这个，这个嘛是咱对台湾人即嘛敬老一个，一个爱注意的所在，因为你即阵去媚共，去投共，到尾手，即款人敢会？敢会使做朋友？到尾手尾手，共产党嘛做一股甲你抬抬死。啊，讲较实在的，即、這个中国内战，内战中间有200多万的国民党军队投降予共产党。啊，共产党对这200多万要安怎处理？总爱抬死，毋是？伊发动汉奸，甲即挂人当作炮灰，用个人海战术对抗美国的火海战术。哎，我迄阵咧读初中啊，是时阵那讲人海对火海，敢有即款推下面的做法？哎，伊讲你着，你若无去，你若无前为前冲去哦，我后壁机关枪都啪啪啪啪啪啪，怕是你即挂话。把头转来了，啊！安尼200万的人哦，互你消灭个剩12000人，要去安全走来南韩这边。啊，美国人就讲啊，这拢恁中国人嘛，上来台湾。啊，这挂人叫啥名？啊？啊，对对，反共艺术。啊，反共艺术得到什么待遇？身躯、赤、杀猪拔毛、反共抗俄，你这一世人哦，我袂使甲你抬死啊！吼，因为美国人出面啊，甲你去送倒转来，是你本来就介少的部队咧。啊，但是你若一旦违背着你本来的民族的人吼，去到那边，人要甲你拍死，转来这边，我嘛要甲你剁。要甲你掉，所以爱怎样做代干汉干一落下场就是安尼。咱有知影即块历史，咱的思想就会开放，咱的思想就会想较正确，就袂去做一挂违背台湾人利益的代志。哦，这多一个实在的，通好讲互大家听。哦，搁刷了，汉人就是。讲迄个无吼，有迄落，即个无有即个叫做，即个无的代志吼，都甲你乌乌起来，哦，即断其命脉，哦，这是乌无啦，吼，哦，有，即平海五策大概吼，讲安尼就好啊，哦，啊，即卖在讲晚林立官，晚州人。入关就是入山海关，入长城以南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这个头一项爱讲的代志，就是温州人无文字，啊，伊的文字是甲上乌的，甲方蒙古文啊，甲西藏文来创作文，
那也去封封蒙古文，啊，都汉民族的汉文都要较先进，那不爱来学汉文？哎，有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就是长城。长城以北，不是中国的土地。长城起落了，文化嘛，甲你切断，所以蒙古人的文字凭汉文万几千年发展出来，但是伊都无学着汉文。啊，满洲人到个1599年才有文字，1599年，吼、哦，就到个16世纪，对，吼、哦，啊有文字45年，通过不足30万的军队入驻中国，伊根本也无想着，安尼就会统治汉民族268年之久。所以这个汉民族，那真难，难到有够难。什么理由？有人知影理由无？那特别难啊！我讲哦，咱受到孔孟的影响，孔子、孟子的影响，日本人来占台北。占台北哦，占着台湾。1895年占着台湾，虽哦，在即个咱即卖一路中哦，连番以后有一块土地哦，顶头起孔庙，起17年来来拆掉去杀。啊，马手拄着台湾人，抗日抗啊真厉害，抗啊真厉害，马手安怎？嘿，因就伫问哦，亲问八问，才知影讲，哦，孔子遐伟大哦，那孔子甲你拆掉的，恁来考试，吼、哦，来拜孔子对，拜我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奴隶先带太重，哦，啊，有互你赶走，你就挖起来，所以后藤新平，后藤新平吼。哦伊买酒吼，伊感觉讲啊，已经个孔庙听伊上唔对，到啊1925年，哦，就过30年了后，搭搭咩，佫起一个孔庙，就是即摆大龙宫，佫起一个孔子庙，哦，叫高贤人去起，哦，退日本人去，恁要爱拜啊，拜孔子好，啊，孔子，伊个问题真大。啊，即马啦，即马同款，即马都爱个，我看报纸讲爱个叫囡仔去读四书五经，读个歹歹去，即笨手骨甲你掐起来。所以咱有知影台湾历史的人吼，一边无台湾历史的人较进步。啊，即马讲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。斯德哥尔摩是在这个水电的首都，在北欧水电的首都斯德哥尔摩。这个所在在1971年哦，有一个抢劫案，银行有一个抢劫案。抢劫的时候哦，强盗三个把这个银行职员哦包起来哦，安尼。安尼甲警察对抗，将近6天的时间，啊，尾就即强盗去予警察抓去，啊，抓去毋到，叫法院审判，法院审判就问一个小姐，啊，即强盗安怎对你安怎？伊讲真好啊，好、哦，伊甲帮助真大，哎、欸，你毋是受欺负的人，安奈，得讲强盗好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西方的迄个医学界吼，无多解说，无多解说讲，受害者去帮助加害者，啊，国家订婚，甲一个强盗订婚，无多人解说。所以，欧洲世界，包括美国，就讲
Stockholm Central， 也斯德哥尔摩症候症。啊，这个小姐下来，这过当年在美国发生同款的代志，就是受害者挖去加害者。这个人，这个小姐是吼、美国一个报系，赫斯特报系，一个报系就是讲我可能有十个报纸哦，在发行，逐日拢发行，几啊百万份的迄个大富爷人的吼、的孙女，在旧金山哦，强盗侵入啊，给绑起来啊，那个掠去，啊，要得钱，要得话就100万美金。啊！这赫斯特报是好，传100万给你。哎，结果伊查某孙无出来，那无出来，伊讲要得400万，伤俗啦。啊，即马即回咯，好，400万嘛，给你办无要紧。但是哎呀，安尼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，啊、我在你人有放出来，我这钱唔得，再还回你。所以这个条件讲无好势，全无。无完成交易，啊，无完成这个交易了后，过三个月，这个在旧金山有一个银行有抢案，啊，这录影带哦，给录影起来，就是这个小姐，提 AK-47，这是 Time 的首页哦，这不是编的哦，这是属实的，讲哎。这个查某在变罪，我强盗那边去啊！大家强盗看做伊的衣食父母啦。啊，请问你台湾有这款人无？有啊，对。咱讲一个上啊，有无上啊？人讲哦，台湾有三只熊啦。一只叫做无尾熊啦，啊，一只叫做无脖熊啦，啊，佫一只咧，神经无正常。哦，这无脖熊因阿伯叫国民党在南港断死，伊穿西装，穿一件内裤，啊 ，LP 佫佮挂起塞咧嘴。他在南港叫卡，还有西队队嘛。啊，吴伯雄的这个因阿伯的某，就是因阿姆，算阿姆对了哈、哦，去发现到尸体，把这尸体运去。啊，那村里无人发现的哈，无、哦、家属来发现的哈、哦，就变做大鹏公啊，幽燕公多，哦，八姓呀哈，哦，一当地的人会跟你。给你带带，无给你带嘛，不使。诶，肉烂去，草不使，也不发生疾病。啊，这吴伯雄拜国民党的行为，这都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。哦，这在台湾的发生，所以咱爱知讲，有这款人案，我一本子。叫做罗列，但无在吃，无就是专门在写讲一挂人的心态。啊，过来，这个名词我发明的，打败战的战胜国。啥人是打败战的战胜国？中国嘛，中国跟日本战，都这都一场战呀。但是以往个战胜国的立场来台湾嘛。所以我改好一个名叫打败仗的战胜国，哦，好少年的哦，一下子讲，我原来打败仗，哦，来者耀武扬威，但是是打败仗，哦，这是头脑爱水晶，哦，就该就讲甲黄金运来台湾，啊，有影无？蒋介石迄阵已经毋是总统啦，哦，毋是总统，伫上海云南哦要走，把黄金搬出来，
搬出来运去倒位。这个买酒我拄着一个去黑小道关的人，啊，我迄个同学叫关的黑小道，啊，伊出伊在讲吼，伊拄着一个，就是这台运黄金船吼，一个一台对的水手了吼，一个船员了吼，伊讲这台船吼为上海出来。无来台湾，先去菲律宾，创啥伊毋知影，吼、哦、啊！但是来台湾，买酒才来台湾，啊，到底黄金有来台湾无？买酒，我听一篇演讲，阿扁做总统的时阵，一个叫做陈世亮，啊不。一个做凯达格兰学校校长的陈思梦的演讲，讲伊有去新店的这个黄金矿看黄金，伊讲吼，迄块黄金吼，金杯啦，金盾啦，啊都无甲讲金条咧，啊那金杯金盾，迄什么意思？因为金条摕去菲律宾卖是真简单，侬救的吼，迄卖吼，迄拢有介绍滴。啊，你若金牌吼、金盾吼，你毋知迄个成分偌侪，一件爱出介绍啊。哦，爱去估价，你想啰嗦，一挂运来台湾啦。哦，有运黄金来台湾无？有，就是运一挂，阿里不打。哦，所以咱即马。这你也知影，这有这款的代志吼。过来，哦，咱的商店的名、学校的名、行政地名、街道，拢用过迄个中国的，迄个人做姓名啦，啊，什么中山北路、林森南路啦，什么吼，这拢袂使啦吼，哦。民族救星吼、哦，这救星乃救星。我最近分析，蒋介石吼是民族的罪人呐、啊。安怎那叫伊是民族的罪人？伊是汉民族的罪人。哦，这爱讲爱有理由哦。这个当时，阮在读三民主义，在学校读三民主义，孙中山讲。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，这句话有人听过无？有、哦、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，不是干啦，我读的那尔，可能较少年辈都读无着啦。安怎奈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？因为苏俄在1917年列宁革命成功。1919年过两年了后，成立一个叫做第三国际。第三国际就专门伫策动全世界国家来反抗殖民统治的政府，给钱给武器。所以，这个共产党的迄个国家哦，一下就炸开啊！啊！伫中国这所在发展是安怎？伊甲孙中山讲：“我甲你设立一个军校，就是咱即卖黄埔军校。这苏联摕钱出来哦，武器、弹药、心想，苏联人出，互你有最现代的武器。所以蒋介石趁着。”伊哦，叫孙中山都唔捌啥物军事的人才，啊，都叫这个北京日本水尾这去，啊，都转来做校长，转来做校长，啊，教务长啥人？周恩来，共产党做第二号交易，哦，所以你爱知影讲，这个黄埔军校是苏联提钱出来，来个来支持的。
啊，毋着刷落去北伐哩吼。北伐真顺利，到个南京，到个南京了后，上海也占嘛，南京也占，啊，都拢无中间无啥物战争嘛，因为伊个武力赢过即个北洋军团个，伊个武力太大，哦，啊，都到遐都大占着。啊，迄个时阵，张作霖伫东北抑制，就讲啊，我也恁中华民国国旗啦，安尼啊，啊，所以算讲全国统一啦。欸，蒋介石这个时阵哦，学一个人，学什么人？明太祖朱元璋。明太祖朱元璋，伊是做乞丐啦，做和尚啦，爬起来的人人物。啊，爬到做皇帝的时阵哦，办一项代志，大杀功臣。哦，这知影人真多。伊太师哦。东西有有功的人，太死，这样代志就该就恶去，就该就即马野心大个，诶，共产党咧就不使，不使加分享，都创一个叫做清党，即句话不听见吗？清党对个共产党总太死，加温林当作小林太。所以中国的内战就是这样来，所以民族的罪人啊，这经过我说好像跟你头壳想的都差很远，有没有？但是我有在研究台湾的历史，所以要去研究这些事情前因后果。啊，你如果有问题举手没关系，我会看门给你们，因为我看真侪字啦吼，OK， 好，过来。落花的汉民族，吼，儒家甲统治者的关系，科举制度，统治者儒学加科举制度等于什么？等于奴隶啦。这个科举制度，敢是真好个制度？你若要做大官来考试，啊，你若成绩悬呢，你要做进士、状元，啊，较歹举人、秀才，这是真好个制度嘛？那得话讲歹，我讲歹，啊，恁听看卖，看有歹也好，因为我有读过西洋史。西洋人在1517年，离现在差不多500年前，西洋人一个叫做马丁路德，马丁路德，他宗教改革，他把教皇罪状95条打在教会门口，他骂教皇，骂他什么？说你在烧金纸。但是西洋人敢毋得烧金纸？有啊，伊个金阁是确实金啊，伊个叫做赎罪券。你伫即个人间犯着罪，你交我心内边10万块，我甲你赦免你伫阴间的罪10万。你若给我10万块，现金没有，我甲你赦免10万块，叫做赎罪券。啊，我甲伊讲，即叫做烧金纸，吼、哦，你摕去就无转来嘛？你哪有啥物下面无下面的问题？吼、哦，咱台湾人有滴烧金纸，还是伫骗人啊，骗鬼？你敢烧金纸？敢你要烧起个话，敢伊会收会着？真奇怪。啊，哥，我一个操作搭一块金箔啊，当作金啊，爱考虑者。这东西哈、哦，这个科举制度，科举制度的缺点就是，你什么都唔办，话紧，最耐安尼往低流，免插伊。哦，什么叫点？什么叫做太阳？什么叫地球是圆的？你拢免知影，
你敢若知影四书五经，你就能升官发财。安尼受到利益的人有偌济？有十万人，十万人享受到这个国家科举制度，当做官十万人。但是这上巧的十万人，拢在想一挂有空无顺的。啊，这个国家敢会进步？所以西洋世界在1624年来打台湾的时候，人荷兰人就在讲，那阮两个荷兰兵还是两个英国兵，就打败你50个中国兵，2-50呢，啊，就较像有影，这是正确的数字，2-50，我提一个证据给你。陈先公来打台湾，伊讲我咧汉人打赢咧。陈先公派25000名士兵来打台南，台南迄阵大概荷兰兵1000人，啊，都阁打10个月，啊，荷兰人打输，荷兰人阁要求，我若要走，我都爱弄过，创旗啊，穿歹个吼。政治无肯政治，啊！你都爱甲准备食物，互我用坐船坐个雅加达，嘿，雅加达迄阵叫巴达维亚。陈先公判赢啦，啊，判赢个里里落落啦，我感觉是里里落落，拍10个月。哦，所以你爱知影，一挂代志拢中途拢无甲你解说。所以这个科举制度，荷兰人无进步，唔知影地球是圆的。所以头前我有在讲，台湾的名，人西方世界为台湾给叫做 Formosa， 啊，一个名都解决了，无第二个名会造出来。但是汉民族来到台湾哦，哇，叫到30几个名。到底谁人对？我唔敢讲你唔对，你嘛唔敢讲我唔对，啊咯，乱七八糟。因为汉民族唔知影地球是圆的，到个明朝来，清初也唔知啊，通通不知道，头壳空鼓力啦，啊那头壳空鼓力，咁是汉民族发明指南针，咁是真巧，你皇帝的时候，迄拢胡说八道。那种胡说八道，哦，那恶人讲的话吼，叫做胡说八道了啊，叫做胡言乱语了，哦，这是恶人呐，恶人讲的话没人敢信，哦，这科举制度表面上是真好制度，但是和中国来在实行的时候变做吼。妨害咱这个社会进步的一项代志，哦，这个以后咱台湾需要一个纽伦堡大审。什么叫纽伦堡大审？这个希特勒占着这个德国的统治的时候，专攻。犹太人卖啦，什么啦吼？啊，伊按独权啊，甲伊民众嘛，洗脑洗甲真清气。啊，美国去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因就拍输咧。第二，啊，伊就去吼，即、哦這个美国去，专吼、哦、要安怎改变人的思想？伊有一个叫做纽伦堡大审，每工的审查拢公开出来。予人知影讲，啊，某一个军官，某一个是纳粹党员，做啥物歹代志，啥物歹代志，啊，直讲，如讲，啊，讲几啊年吼，德国人吼，醒起来，咱台湾人也袂醒，就是这个所在也袂醒，所以我为什么爱讲台湾历史，吼、哦，就是在讲一寡咱吼过去吼受着。受到人哦，缩北的所在吼，啊，我知影讲是倒位去用缩起来，哦，
所以台湾需要一个牛伦堡大神，哦，啊，公务人员重新筛选，哦，这个台湾民族英雄，哦，我接受的念一下，哦，计划一在荷兰时代控荷兰人，主以桂林松门地条村，这是晚清的时代。甘大西瓜剃后林小鸟，这是控日，哦，控日三面，三面一只狮，一只虎，一只鸟，对，哦，控日三面，哦，哎，但是咱拢见书啦，吼，哦，啊，客家人毛民族英雄吴汤兴、徐湘、江少主，江少主即卖即个吼，伫即个，抑阁一个江仔伫个，就是共款。啊，西来庵事件吼，叫做达巴尼事件哦。咱有民族英雄吴清峰、罗俊江丁哦。啊，武侠事件有莫那鲁道。即个西来庵事件吼，日本政府吼，判990几个人哦死刑，啊，日本到底还有一个有宪法的国家，啊，就国会议员讲，哎，神经病的，你那什么判1000个人死刑，无迄个道理啦。所以吼，哦，好啦，莫遐侪人死刑，啊，转甲死刑取消。但是已经有300人台死了，哦，啊，村的人是说大正天皇上位，啊，特赦，哦，这是西来庵事件，哦，西来庵事件，哦，上位是好兄弟，哦，啊，台湾人是中国革命之母，哦，这台湾人是中国的革命，哦，因为孙中山来台湾，哦，来提钱啊，台湾人当时想讲，伊是汉民族，钱伫缴付，哦，这是啊靠台湾人啦，吼，哦。OK， 我们个看画一下这哈，哦。1970年苏里苏刺蒋案，哎，这就是咱今日再去地主宅，就是啊，伊一个亲戚。吴文荣，啊，两个铁枪拍蒋建国，啊，拍无死，诶，切下去叫建设个剁落去，啊，无死，无拍着，吼，无那拍死吼，即台湾历史个改写，吼，哦，咱即个台湾话文字，咱有话就是有字，吼，哦，吼，哦，即，这个。我头都有讲起，但世界上巧的台湾民族，吼，哦，咱用个美国的迄个数字来证明咱是上巧，吼，哦。二二八基因，吼，哦，二二八奈发生二二八，因为先进的台湾人去予落后的中国人来管，嗯，啊，伊在都落后。咱台湾人的识字率八字的吼，哦，70%，中国人3%，哎呀，那中国人都3%的人，因为你若要去读书吼，在中国要读书吼，爱交钱，私塾嘛，爱交钱嘛。啊，在台湾哦，你若无去读书吼，日本人讲你犯法，哇，这天杀对的。所以台湾人不止也70%，啊，去有3%的人来管。所以这个咱的文化进步，伊咱的社会道德偏比较进步，哦，啊，结果伊用个细项代志就来解堵塞，哦，啊，这张相片有记得，这个是孙中山啊，这个是苏俄的人，伊提钱出来嘛，后壁这个就介少啦。这种图片，安尼他都在讲的都有证明嘛。
苏联摕钱出来，来去黄埔军校，结果把文林当作守林派。哦，啊，这周恩来名片，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，中国国民党东江组织主任，周恩来。这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迄个名片啦，吼。啊，边啊在写什么字我唔知啊。哦，啊，西方来讲，西方哦，就是在1517年马丁路德写出来教皇的罪状了后，因全哦发现哦，家己真侪唔对，拢去重新思考，所以有这个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、宗教改革，哦，啊嘛有工业革命，所以西方进步，啊进步，伫东方过了百年，哦，啊孔孟思想的遗毒，我见哦，这个吼，咱的时间已经够啊吼，已经够，这个红门天地会吼，过。后边再来讲，哦，这个红门天地会，这个叫做孙中山嘛，是靠台湾人创立的红门天地会。红门天地会是这陈友华，哦，来创立的。哦，好，今日有啥物问题无？我讲这么多，听我真久。那有疑问哦，私下来问我把紧。安尼好，讲到这，感谢各位。起立，立正，起立。阁刷落一项代志爱宣布吼，原住民。